更令赵平章左右并闻私语。李氏并欣喜，乃敢不依敕旨，欲唤喜儿铁哥，事既不克，切乎提点进士局巫蛊论庆寿雨季，因品早诸王亦复不定。知进士局副使徒丹张森遣人赵平章已到宣华门外，始发刊同。平章入内，一尊遗旨，已定大事。